脸上微笑，后来每个人都说你呀你呀，不像是会说话是个那种人。前阵子去一间咖啡店，然后进门不久，突然听到店里在放我们的歌，觉得很爽。然后也有一点点出乎我意料，因为每次就是不意外都在放李查啊。讲这句话好像很嚣张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可能歌单本来就会放很多团，所以每个团可能就会一首歌这样子。然后我前阵子听到店家是在放一万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唱一万，好。